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来各位观众，老爹的这个巅峰竞技场哦，英雄组竟然变很烂了，都跑到第五名了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那么老爹一直是放这个闪光哦，没有放这个杰洛斯哦，因为老爹一直还在练哦。那么老爹的杰洛斯已经练的差不多了，神秘商店我刷新怪人何能，我买，我再刷新金币，我再买。好来，各位观众，角色Genos， 角色天赋，老爹的高级天赋也已经全部开完了。来，我兑换，我解封，然后这边补上我们的利剑哦，没问题。卡片 S 级徽章，我深信晶片又不足了，靠腰啊！好，全部给它强化下去，全部都下去了，生命的很缺耶，没问题。角色技能，好，血量来到365万，这样子老爹的英雄组啊，应该就可以妥妥的站着了。礼包区，潜能任选礼包。我买，好，应该没什么可以买的吧？我这个英雄应援棒啊，我累积超多东西的，我没有换哦。你们看我这个手环啊，一大堆哦，我都不知道换什么好哦。我有1000个手环啦。可以换59个 G5 1 2 3 4 G4 机神哦，也可以换这个啊，还在考虑要换什么。好，不管了，来巅峰竞技场，老爹竟然掉到第5名，你有什么毛病啊你啊？我怎么可能只有第5名？好来，应该没问题啦。好来，各位观众，挑战我们太次郎，也是五星紫山的这个杰洛斯哦，挑战我们的太次郎，来，你能承受住我的一炮吗？杰洛斯开了6个修会破，620万，相当的狂妄。好，他才950万，不够看啊，我们阵容一模一样哎、欸。对面的二郎470，姜思霞开了一个小将将。换老爹的二郎。800万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老爹的二郎依旧这么强悍，对面只剩下3只啊。西岛高开了个西岛高 is dead。好，先来到3打3，靠腰。
大力一点，68万，你有没有吃饭啊？靠腰，260万啊！天哪，不要啊！我靠你个东地东啊！一定要我还原闪光吗？一定要这样子吗？奇怪哎、欸！集训中心，我解锁。我决定把玲玲也放上来了，没问题。我就不相信这样子，我还会输啊！来，我们挑战第三名的大王。没问题 ，Big King 是吧？来呀、啊，大力一点！哎呀，还真的有点大力耶。好，我老爹的接落师，有没有看到啊？730万，没问题。我理解。对面的二郎，444万。为什么我的二郎不追击呀、啊？二郎你在干嘛？好，老爹的二郎，344万，没问题。老爹的二郎不屈了。僵尸侠开了一个大枪枪，对面只剩下三只了，不要这边逆转了，没问题。细老高开了一个西，轻轻松松，这哎不对，辛辛苦苦结束比赛，我们再来。安东尼是吧？才四星子二啊！才四星子二，你怎么跟我斗？我五星子三哎、欸，我还有穿西装哎、欸，你有吗？西装 Genos 540万。我理的。好，他怎么二郎先攻啊？他的二郎先攻哎、欸。他的没有西装杰诺斯才625万，不够看。对面的僵尸侠还有一个小将将，现在是5打6的局面。对面的细鸟高 is dead， 5打5了，他的球棒不屈了，没问题。杰洛斯啊，带走他四只啊，四只都残血啦！杰洛斯啊，西装的杰洛斯啊，阿玛尼的西装啊，阿玛尼的西装啊，好，来，阿玛尼的杰洛斯，279万，哎，你到底，你那是不是罗宾腾的、啊？你那个西装是不是罗宾腾的？没问题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果然还是阿玛尼的西装。我们再来挑战第一名的天线宝宝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没钱氪金的靠腰啊，没钱氪金的。好、哦，没问题，没钱氪金，你还站在第一名哎！来，我们挑战没钱氪金。对面的屁来开了三个屁，钢铁骑士干了6个，来呀，阿玛尼呀！哎呀呀，对面的春卷1700万。
来，阿莫尼，320万，相当的狂妄。现在是五打三的局面。哎，你没钱氪金还那么强啊，靠腰！你没钱氪金还那么强啊？那你有钱氪金还得了啊？到这的二郎，没问题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各位观众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老爹的杰诺斯依旧带老爹飞哦。那么最后，阿玛尼的杰诺斯来挑战他，坦赤狼刚刚不小心输给他哦，让各位见识见识我的阿玛尼啊，653万啊，看到没有啊？这才是阿玛尼的威力啊！人家940啊，靠腰，没问题。对面的二郎410万，哎、欸，二郎啊都不追击耶、欸，我的二郎都不追击耶、欸，你老追击这个僵尸侠干什么？老爹的二郎538万，好，老爹的僵尸侠开了一个大枪枪，没问题，他只是二郎啦。好，细料高开出了不屈。4打3啊，不要输啊！大力点，阿玛尼，哈哈，你又留那一点点干什么？好加赛还剩一点点，不要啊！哎、欸，没问题，不去啦！不，哎、欸，不要！我靠，你个懂你懂啊，又差一点点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老爹还会持续强化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